嗨，hello hello。观众马上在镜头里面。大家好。OK。这么早没有人。反正充电宝，然后出来的时候是这样。哎。还是您开直播了吗？不用。OK。就直接进行。有可能。大家好。等一下。大家好。手机有问题吗？全在了，全在了。我音量关小了。有问题。我们的开机。还有第一台的朋友们。等一下我。大家好。哎呀，帅这种事儿你就不要再说了，好吧？我们像一堆旅行团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在那个芒果台录节目，然后给大家开直播，我们要做任务，要借用一下直播，给你们看一下现场嘉宾，这个是骚男。走了，W，受不了，一个一个进，很奇怪，这么早开个直播，来，一个进，芜湖真皮沙发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退三步，从这后面退。你说一个真皮沙发，不要老是说自己的沙发。说实话，无论上场老板还是我，都比较上场。开到你们，往后面退，往后面退，往后面退，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。芜湖真皮沙发，你不要跟我一起照，跟我一起照，你显得你会很难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颜值比你好，比你高。这么恐怖的吗？这么自信的吗？再往后面退一些。你看一下，他这个是我们的，看上去我比这个 PD 帅多了吧？对，啊，都在播，对，到主场了呀。应该是芜湖真皮沙发啊。芜湖真皮，对的，没有真皮的哈。司马老师，哎，怎么回事，小老板？美颜不太给力啊。来，准备。你们要看二科是吗？对啊。美颜不太给力。来，给你看一下，阿伦，打个招呼。看一下阿伦。来，准备。田老师，你直播间现在已经这么多人了吗？干什么？没有，他们都还没有起床呢。估计是还没有睡吧。嗯，应该都是没有睡，这个点都是修仙的朋友们。哎，我以为我跟马老师一对，我说。来，小猪，米萨亚，哎，bro，我们这个第一次在直播中同台是吧？对，我们今天是要开直播做任务，就对，很奇怪。然后，哎，怎么进去了？对，但是为什么我在你这里显示的我的名字是 DDP？ 你这边不也是 DDP 吗？很奇怪，哎，都是镜像的。哎，我们要进了，我们要进场了，开过户外吧。OK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要进这个，这什么？这个湖南广电。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湖南广电了，已经很奇怪。做任务，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任务，是需要直播的时候用到大家的帮助，然后你们帮我完成这个任务，我就可以关播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是要去找任务对吗 ？OK， 湖南这个广电。这个大楼里边去找一个任务。OK， 我们拍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广电里面。这里你看有快乐中国。你们看一下。这里看到没有？快乐中国。我们这边往前走呗。哎，老骚。我们可以组个队嘛？组队吗？我们往这边探索一下嘛。可以。我给他们先大概逛一下这个，很多。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找在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去找一些道具，然后去找一些任务。化妆间是不能进的，这种房间里面应该是东西最多的。前面是，这是在这个长沙的这个广电里边，然后我们再找道具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地方一定是有问题的，一定是有道具的，你信我。这里像是绝对有什么玄机的一个地方。虽然看起来凌乱，但好像藏着什么东西。这里有一个盒子。不是吧？可以。不是，应该不是。我们要看是不是找到。我还找到了，属于我们自己。根据我以往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分析啊，
我们以前也参加过几次去找这个采找这个道具的这种活动，它一般都在非常阴险的地方。看一下啊，我要这个今天看看能不能做第一个找到的。可以，真皮马也发现了这个地方。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哎，这里应该有玄机。越是这种真皮的地方，没有找到。三个找，咱们单人找。哎，我找到了，给你。好，可以。前面看到娃娃他们了。哪里有98K？哪里有98K？什么地方？你们讲一下。哪里有98K？哪里有98K？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像这种，你们看，像这种地方，这种装机器的盒子里面有没有可能？应该是有角度的。来，你们看这边又遇到了我们的娃娃若风。我们是所有人都是一个导游的姿态。你这边为什么这么黄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因为你看这边有个电梯，感觉我应该先上电梯。这些人都在一楼，我去一手二楼，感觉有点聪明啊。能上电梯吗？哎，怎么都上来了？我你们这个，你先没东西。哎，我们上一波好吧？我二你三，很稳，兄弟。这个好像找了别人的不能用。这位同学为何用鼻孔看人？有吗？可以，牛逼。这里边信号不太好啊。走你。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湖南广电的二楼。说实话，我想去看看这个快乐大本营在什么地方。我们要不要？你们想不想看一下？我真的还挺想去看一下。哇，这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区域，没有任何人。看一下啊，这边是一个走廊，一个很长的走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应该就抹的东西了。它这种地方，你们帮我想一想，是在什么位置？它可能会有这种道具线索？它这么大一个楼，它会藏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觉得一定是这个地方比较出名的地方，所以说我们去找一找，这个我们去找找快乐大本营这些什么节目，我是歌手啊这样的，他们的录制现场，可能我觉得是有玄机的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是我是歌手的一个 logo 牌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是我是 logo 的录制牌。哎，那这边是录制厅吗？感觉，哎，这个明明是画的，这是油画那种吧？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东西。哎，好像发现了，真的假的？是不可能的。这边看一下。我知道，人不好。说真的，有点累，刘某，有点累。给你们看一个比较牛逼的地方，这是化妆间。看到没有？化妆间里有没有古怪？感觉必有玄机。这个房间明显是被收拾过的，这里一定有任务，700%。这个地方700%有任务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兄弟们，找一下，应该是在这个镜子后面。说实话。沙发下面，沙发下面应该并没有。哎，不可能啊！这个房间里，你看，明显是被布置过的一个化妆间。这个是我是歌手的化妆间，这里肯定是有玄机的。说实话，哎，没有玄机吗？我看到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看，这个是我是歌手的一个牌，在这个地方，嗨呀，被我逮到了，嗨呀，哎，看到没有？
看到没有，刘某还是找到了，我应该是第一个找到的。当当当当，好，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玩很溜英雄联盟玩很溜的一个任务牌 PDD。 我还真的找到自己的任务了，是最恐怖的 PDD。 使用动作让网友完成六名英雄名称接力，不能念出来。使用动作让网友，就是让你们完成六名英雄的名称接力。使用就是我要用我的形象给你们演出来，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们演一个东西，我要用我的动作让你们猜这个是什么英雄。惊了，你们猜一下好吧，不要让我太难，靠你们了兄弟们。来，给我看一下牌子。 OK， 翻过来 OK， 来给你看，给摄像大哥看一下。来，给摄像大哥看一下。好，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啊，名称接力就是名字接龙，你们明白吗？名字接龙，你们猜出第一个，第二个就很好猜了，因为它是名称接龙。给你们一个小提示 ，OK。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就在这里边吧。来吧，那个 P 老师帮我拿一下这个自拍杆。我开始了，准备好没有？OK， 我看你这个镜头可以反过来，这样你可以看到我。对，你可以反过来，这样拿着杆子。对，好的。能拍到我全身吗？第一个英雄，我不能说，不能做任何这个英雄的介绍，但是我就直接给你们演出来，好吧？第一个英雄，拼，咔嚓，对了对吧？好，第二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介绍一下谜底。OK， 第一个英雄叫做卡利斯塔，复仇之矛。好，第二个卡利斯塔，弹幕都没有来。我卡住了，应该是。可能是，咱们稍微等一下吧。卡利斯塔的，他是英雄接龙，成语接龙就是卡利斯塔，塔字是下一个英雄的开头。好吧，你们看第二个，我想想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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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蛇皮走位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我这辈子做任务了。然后是，嗨，轰，没有人猜对，我想想，哎呦，这个好难啊，这个，有人猜对了。有人猜对了，我想想，有人猜对了，有人猜对了吗 ？OK， 谢谢，这个就是揭晓一下，塔利亚。好，第三个，这个简单，喝水，老朴，他杀给你了，我捅我的眼看捅，哇，这个很简单的。有人猜波比，塔利亚，下一个。哦，有人猜对了，亚索。OK， 这个就是亚索，亚索，下一个，好吧。地球。重心又卡住了，弹幕又卡住了。这个应该能猜对，说真的，这个不可能对不了。OK， 那好，这个猜对了吗 ？OK， 索拉卡。好，下一个，我想想啊。我想想啊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好难啊！我想想啊，马布里亚龙，沙眼的沙 ，PDD， 猜对了吗 ？OK， 这个就是卡尔玛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哇，这个也很难。最后一个，
感受。OK， 也猜对了，牛逼！好，最后一个就是卡尔玛，那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谢谢各位的帮助，今天我们的任务已经成功搞定，对不对 ？OK。名字说错了，是马尔扎哈。马尔扎哈，马尔扎哈，最后一个是马尔扎哈，卡尔玛，马尔扎哈，最后一个我用的是马尔扎哈的大招，就是那个死神之眼。好，那谢谢各位的帮助，今天我的任务顺利完成。哎，很累很累很累，哎，对，任务完成了，我要溜溜球了，任务完成，我应该是第一个完成的，我要溜溜球了，我可以溜溜球了吗？是，我就溜溜球了，对吗 ？OK， 那第一队的队长。OK， 那我就现在出去，我就可以关直播了，对吗？对，你可以再出去跟大家再聊一会儿。OK， 好的，我现在不关，好吧？不关不关不关，我们出去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。但我们现在先出去，我第一个出去我就是队长，很稳。哇，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撞了一下吗？我的任务已经完成。这么快？你找上自己的了？耶耶耶耶！我来到湖南广电，我的任务快速完成，就是这么牛逼哟！可以可以，老何加油！可以可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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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我按键现在不上来？哇，加油，整个上来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一楼。我要去一楼，我要去一楼。哎，但是这里只能到二楼。那边啊，那边啊。哎，这边可以到。对，一楼。大司马找着我了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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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觉得竟然通过弹幕。哎呀，大司马在一楼还是在二楼？天有多高，手有多烧。我是。你是。我是胖版骚男，对吧？天地双骚。天地双骚可以。老骚还是很帅。你是王者嫖？我是王者嫖，可以，我是青铜弟弟，青铜弟弟，可以可以。哇，我们现在去外面好吧？我们现在去外边。啊，你们要看二科是吗？但我们要看能不能遇到他们。我们现在去外面，第一个做完任务的人，最快速度的就可以获得队长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最快。就是刘某，我的名字叫做刘某。快，我们现在赶紧出去，现在估计已经有快速出去的人，所以说我要速度出去。26号应该是播不了了，因为今天要搞很晚很晚很晚，明天这个航班也有问题嘛，它这个台风席卷。27号肯定稳稳坐在家里面，可以吧？有没有问题？我看我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。哎，可以，你们想看谁？我看在外面能不能遇到，好吧？我潇洒的出去做完任务，这些人全部还在找，所以说我的智商就是这么牛逼。真皮沙发，我已结束任务。找到了吗？呀、yeah, ，看一下，我做完了已经。做完了。是的。那我现在直接往前走 ，OK。瓦达，来打个招呼。Hello，Hello。哟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快去，我马上就在你后面。好的 ，OK。那我那没办法。我让他们给他，那我只能给你吧。来，老马，来 say 个 hi。Hello。来。我是你刚听我们交换情报呢。可以。有了。没有看到二哥，哎，对，还有一个没有打招呼。还有一个没有打招呼，我可以跟你换，好吧？等一下，哎呀，咱们在找东西。我给你们提供点意见，因为我是第一个找到的嘛。你们在那种大型的 logo 牌下面，明白吗？大型的 logo 牌。这个信息没有，我要的是那个，你看。OK OK。这个，用鼻孔看一下。可以，牛逼。这个是孙悟空，国服第一美猴王，打不扭。什么东西啊，主播姐，主播姐，我们出去了。两段 freestyle。我们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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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已经做完任务了，我的任务做完就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兄弟们，我又要溜溜球了。
二科没有看到，没有偶遇，只能说跟妹子没有缘分，没得办法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出来的，我们是在什么位置？ OK， 我们是第一个 出去。 OK， 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出去完成任务，外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等我们。我的任务是带你们找二坑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要先出来交任务。嗨 Colin。 哎，最快的居然是老骚啊。老刘，可以打一个招呼。老骚，这个你不要太近的拍我。可以打一个招呼。好，远一点。 hello, 远一点，远一点。 hello。 好，你的名字叫做什么啊？你的名字叫做什么？我的名字叫做 PED。 错，叫真皮蛇哥。可以，我跟 Colin 也是，哎，我们认识，我们俩认识蛮久了。Yeah, 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，好像4年前吧。Yeah。 那时候你才十。所以说现在亲我一个。滚你妈！可以，牛逼。那时候你才14岁啊，4年前认识你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今年18嘛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是江湖中的大哥。可以。蛇哥还是蛮帅的，跟我在同框的话，确实他蛮赚的。没办法，你就是用来衬托我的嘛，不然你今天也不会来。对。我就这么没用吗？吃我一记猪皮火拳！好，过去站好。OK， 那我、啊、你还是站这儿吧，不然无聊。哎，那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就在这里等待，是吗？你怎么那么快啊？是啊，因为我想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智慧牛逼，有点快，就你要找东西是你要通过智慧去发掘的。哦。然后你发掘出来就是你确实牛逼。就头长得大还是有优势的。哎，看看妹子二科，二科找不到呀，我们找不到二科。到时候会有机会让你们找到二科的，好吧？二科漂亮还是阿冷漂亮？二科漂亮还是阿冷漂亮吧？对啊。哇，他们都好漂亮啊！哎，这个人问题很大啊。好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二科漂亮还是阿冷漂亮？你觉得哪个漂亮，我就觉得哪个漂亮。可以，牛逼，是吧？对，我这个更牛逼，他们都很漂亮。哎，你也蛮快的。哎，瓦导也完成任务了，那我们就是双方队长了。那就肯定是两个必须是队长嘛。那就是，那我们就没办法合体了。我们需要一个强者的庆祝姿势。耶耶！为什么你们两个很高兴的样子？因为我们很强嘛。我们第一个，对对，第一个出来的肯定有奖励啊。对啊，我们第一个出来，要么是长得帅，要么是最屌，对，还有就是快。我们肯定，我跟娃娃肯定有奖励的，我们是 最快的，有奖励的。到时候肯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奖励，是的，很多的钱。先出来的，yeah， 先出来的你需要牛逼很多。Yeah， 我有很多的钱，有。我很多的钱，我想想那首歌怎么唱啊 ？OK。那个老子有钱这首歌听过没有？老子有钱当大爷。没有听过。没听过吗？没有。啊，那首歌很适合你。别，我是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钱什么再多都不含泪。然后很有意思的一首歌，里面是不是有空调？真皮蛇怪，不是你们哦，里面好凉快哦。对，我在外面站的好难受啊。你们两个人加起来差不多500斤嘛，因为我是180。说实话，我今天算不算直播了一天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久不见的。今天没算鸽子，今天直播了一天。好久不见的蛇哥，是吧？湖南广电，好吧，湖南广电的大门，我都不能，我一个是在外面晒太阳，第二还不能直播，哎，还不能算一天直播时间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你骗人也要骗的有点套路，这哪有太阳？很热，好吧，我比较怕热，你怕不怕热吧？今天湖南的天气非常的好，今天这个湖南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湖南广电的 T2， 哎，直播间里现在有湖南的小伙伴吗？我想知道。长沙的口味虾、口味蛇哪里最牛逼？长沙的口味虾跟口味蛇什么地方的是最牛逼的？给个信息，各位。你们有没有看出我今天化了妆？说实话，但确实很丑。这个猪哥的手机没有美颜效果，我真的是蛇皮怪。老长沙，老长沙，我听长沙的朋友说，好像不是最牛逼的了嘛。那个文和友听说是就是外地人去的，你们本地人都不去的。但是昨天我来到长沙，有两个女粉丝来找我，晚上我跟他们吃了一顿宵夜，其实还挺不错的，而且长沙的妹子也挺漂亮的。
可以，文和有，我去看一下，好吧。哇，今天很辛苦，我们要从今天早上这么早，然后一直拍到晚上九点。不要说九八 K 了，我连什么连假头都没有找到。他们刚刚跟我说有三级头，哪里有三级头？我不知道，他们说刚刚看到三级头。哇，等会儿要拿个平底锅把他们爆了才行。可以，其实说实话，你看一下，好行，就是那边那个工作人员的那个光头有没有点像三级头？那个戴耳机的那个。你怎么说发现一些那边那个很奇怪的工作人员的头？哎，我看这里好像要等会儿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的那个光头，那不棒球帽吗？防弹棒球帽，棒球帽吗？可以，防弹棒球帽。哇，说真的，今天好想吃一把鸡。带你飞？没有机会，我们没有电脑，很痛苦。哎，我觉得我是最痛苦的，我带了电脑，但是我没带电脑电源。娃娃也很高啊，我一米八三，娃到估计一米八四，高一点点。对。你们现在相信我一米八三了吗？对 ，PAD 是很高的 ，PAD 有一米八几的，有一米八几的。对，我真的一米八三。对，就是我比 PAD 高一点点，刚好就那一厘米的距离。是的，但是我会长很多。嗯，是吗？我觉得你宽很多，我承认的，长很多的话应该是我。我可以证明一点，就是你比他快一点点。可以。但快不了多少。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最近有一个外号叫“猪皮恶霸”。然后呢？有什么？就是遇到喜欢调侃我的人，我就用铁拳捶他。就比如说像你这种斯文小生，你要被我猪皮恶霸三拳打飞。猪皮恶霸。哎，你别乱摸呀，这种地方。哎，那帮人是不是太慢了？太慢了。我觉得好慢啊，真的好慢啊！这录制进度怎么回事？都已经六点五十了。Okay. 做个任务要了这么久吗？三分钟不就搞定了吗？哦。我不配合一下你，很有点尴尬。可以，牛逼。就我那个都，我那个地方不是很敏感。可以，那我们就接着节目的录制了，好吧，各位。26号，我觉得不知道能不能回来，可能要割，因为这个长沙这边有台风。但是27号晚上7点，一定准点坐着。哎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哎，骚男也完成了。骚男，哎，说实话，你画的这个眼睛好帅啊，是吗？就比不画要好看。印第安纳。对对对，比印第安纳的感觉，可以，超级帅，可以，谢谢各位，那我们就溜溜球了，怕是溜溜球了吗？我怕是多开一会儿哦，聊会儿天哦。哦，可以关了，但是可以混时间，不是那个可以可以为了观众完事了，可以跟观众多聊聊天。你以为你是出来的吗？队长是我，还有 PDD， 我们是最先出来的。我觉得我这已经很快速了，而且我阿伦也完成了吗？我居然这样。对，哎，给你们看妹子好吧，妹子，妹子。第一个妹子，阿伦你好，阿伦你好。你们几个都已经做完任务了 ？Yeah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我能问一下你们都是有些什么奇怪的任务要求吗？我就是很简单，发挥我的特长，跳一段舞。我的任务是就是要跟一个女孩子就是 kiss， 不是就是抱一抱。对。刚刚我问 P， 就是对，刚刚没有找到伙伴，我一直在等一个女生。所以你的任务做完了吗？我就要把一个女生抱起来，这就是我的任务。所以你还没有做完任务。对。所以你现在把一个女生抱起来。对，我一直在等一个女生。天哪，我已经早就做完了，早就做完了。哦，吓我一跳。终极猪皮流氓。这个人说有人给他画了个圈，出不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？不能动。就你现在打他一顿，你走他。是吗？不是，我现在不能动，我就打你一顿。啊，是吗？哎，你这个。大家看着啊。是吧？哎，小伙子，听说你很糙嘛？啊，你是社会上帝是不是？跟你说，不是因为我不能动，我妈打你，信不信？你是不是？可以了。上帝，哎呀，垂掉了，有共鸣的。那个老伯出来。要关直播了，任务结束了。关直播了吗？要关了是吧 ？OK。那我们关直播了，兄弟混不了时长了。那兄弟们，那我就要关直播了，我们任务结束了，这边要跟他们工作人员去沟通下一步了，好吧？我们要去沟通下一步了，各位。26号不见得能够回来，但是27号晚上，刘某一定安全到家，好吧，各位。今天开这个户外直播，为了让告诉你们，对，我们要继续录节目了，好吧。各位长沙的朋友，今天晚上有缘，我们长沙见。光瑶还有三站要去，然后每一站都会有任务，到时候的话大家只能看那个。